弘福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。该寺建于唐朝，距今已有千年历史。寺庙内有众多的佛像和文物，是贵阳市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。弘福寺的建筑风格独特，寺庙内有多座古建筑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大雄宝殿。大雄宝殿是弘福寺的主殿，建于明朝，是一座典型的明式建筑。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等佛像，佛像造型优美，栩栩如生，令人感受到佛教的神秘和庄严。弘福寺还有一座古塔，名为弘福寺塔，建于唐朝，高约30米，塔身为八角形，共有13层，每层都有窗户和檐口，塔顶为宝顶，富丽堂皇。弘福寺塔是贵阳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也是贵阳市的旅游胜地之一。弘福寺是贵阳市的重要佛教寺庙，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。寺庙内的佛像和文物都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，是了解贵阳市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。同时，弘福寺也是佛教信仰者朝圣的重要场所，每年都有大量的信徒前来参拜。总之，弘福寺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佛教寺庙，是贵阳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，也是贵阳市的旅游胜地之一。